黄瓜洗净刨成片，加盐糖腌制十分钟。三个皮蛋，每个切六片。把黄瓜片卷起来，一个靠一个竖着摆放在盘子中间。全部摆好后，整理一下形状，在黄瓜卷周围放上皮蛋，尽量摆放对称，成花形。每个黄瓜卷中心放一片小米胶圈，热油爆香蒜蓉，淋在黄瓜卷上，这道寓意吉祥的年菜就完成了。春节上桌被贴喜庆，你还等什么？赶紧试试吧。